世界一眼就看见，就看见，就看见。一起 ready go， 一起 ready go， 一起 ready go， ready go。放假喽！放假就是要跟好朋友一起出来玩。对呀，还可以拍好多美美的照片。哎，奇怪了，约了大野狼在这里集合。怎么还没有来呢？他应该会来呢。龙龙弟弟，那你们先去玩，我在这里等大野狼哦。待会儿见。台下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大野狼啊？没有。看来大野狼是迟到了。那为什么大野狼会迟到呢？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喽。龙龙弟弟，哇！最爱玩游戏，爱玩的游戏很乖，眼睛都不想睁开，无时无刻都会眼睛看着他。好几点啦！眼睛才有多自然，啦啦啦啦啦。我会一直看着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大姨奶奶无看。